你是爱食咸姜啊酱、咸粉、咸油，甚至是有的人把规矩的咸姜啊摕来煲。唔通问我讲今日要食啥？唔管食啥物，头家我拢要掺咸啦。是因为有的人是爱食咸，却是有的人听到咸是走哪杯嘞。讲到这个食咸，有啥物辛苦的烧炉，甚至一直变干。稍等嘞，我怎有食咸？我怎有食咸啦？不过你敢知讲咸不是种味觉？医生啊，医生啊，拜托拜托，赶紧来给阮朋友阿狗小看一下，伊那安尼痛到吼要死要活呢。哦，交予专业的来吼，来，先生啊，你点啊坐点啊坐吼。死神，死神狼啊，痛，痛死我了！哎呦，我朋友迄透早出门回来以后就变安尼啦，讲啥物头壳痛啦，阿妈棍痛啦。啊，弟弟哦，要吐阁吐袂出来，医生啊，到底伊是安怎样啊？伊伫安尼画死神死神，哎呦，敢讲伊可能气也不会啊哦。好啦，我来检查一下吼，到底啥物款情形吼？摇，哈，哎，嗨，听进。医生啊，到底阮阿狗是安怎样啊？啊，你咪紧讲。敢讲伊得着啥物绝症啊啦？哎呦，阿狗的啊！啊，你哪会这歹命？几月尔就得着绝症啊啦？诶，先生啊，你唔免烦恼啦。恁朋友哦，是食伤济咸椒啊，唔只会安尼。哈，食伤济咸椒啊？伊是食到啥啦？我听伊安尼咧画死神，应该吼、是食到卡罗奈纳死神的咸椒啊啦！迄死神咸椒啊吼，哎呦，迄有偌咸你敢知影？迄有156,939微尔的咸度单位呢！哈，医生啊，你讲甲迄肉肉长，啥物死，啥物高，啥物碗高单位啦，听拢无啦，是啥货啊？迄是一种哦测量咸度的一种指标啦。你只要知影恁朋友哦。是食到世界上险的咸椒啊，就好啊啦！哈，伊遐尔话听话听，是啥物毛病啊？你敢讲唔知影？咸其实就是一种痛的感觉。你对咸哦了解伤少啊啦！全世界好食面是100款，亲像湖南菜的咸姜啊煮鱼头，四川菜咸汤煮鱼片，韩国的 kimchi， 还有泰国的冬阴滚，还有牛奥良咸鸡翅，香咖喱炖牛肉。哦，这逐项吼，听起来拢真好食，我也真爱食。不过你敢有想着讲吼，食好食面，伊拢共一项特色，就是物件食起来是真咸。那至于韩国来讲呢，在咱的印象当中，韩国的美食甲这咸是无多切断关系。看到这个欧巴在电视节目内面，哦，这大嘴在食泡面的时阵，我嘛就想要甲伊规碗捧来。不过恁敢知影讲，这韩国食咸的历史无讲介长哦。这咸姜啊是一直到16世纪末期才对日本传到韩国的。为什么咸的物件在韩国会变甲遐尼普遍呢？你敢有想到讲，这韩国人为什么遐尼爱食咸？针对这几点有几多种的讲法？有的人讲是韩国的开国君主李成桂，要去朝鲜半岛西南方的顺昌，半中途吃到介好食的一个咸姜啊酱，伊就命令百姓讲这款好食面，就爱献乎君王。就因为安尼生，咸味伫咧韩国变较非常的普遍。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讲这咸姜啊会当代替进口入来胡椒。韩国家己种一个咸姜啊，唔呐成本会当降低，佮会当取代胡椒的气味。甚至有人讲，这咸姜啊是红色的咸正正，在因的信仰内面，红色代表吉利，会当驱邪镇煞。所以百姓当中，才有遐尼侪人拢在食咸的习惯。无论是韩国人食咸的起头是安怎样啊，即马韩国人的食食已经无多无用咸姜啊咯。韩国看煞，咱来看到较远的，来去到墨西哥这个国家。讲到墨西哥啊，因是对1500年前就开始流行食咸姜啊，是为什么呢？
是因为中南美洲墨西哥伊是咸姜的原产地，科学家伫因的遗址内面都找到十种的咸姜啊，所以讲古早时代墨西哥人早就有在种咸姜啊，而且把伊摕来当作是调味料。莫怪墨西哥的食食，对早起食到暗时，逐项拢看会到这个咸姜啊，甚至连这点心也够凉水同款的食到咸的。所以啊，无法多食咸的人哦，千万唔通去到墨西哥，你会过较真艰苦。而且听讲，伫咧墨西哥有一种另类的爱情考验，竟然是咸姜的考验。伫墨西哥某一个所在，即新郎要去到新娘引导共迎娶的时阵，就要先经过未来丈人、丈人母准备甲澎湃澎湃的咸姜啊料理，把这物件拢食了了，这是对新娘死忠的表现，这典型是一个查甫人对家庭有担当、有责任，一甲目屎流，咸甲规个嘴是咸正正，才会当甲新娘娶到登记，这是刺激迎娶。人讲是无咸不成礼，伫咧墨西哥才有诶哦。咸这种滋味到底是有啥物，会让爱食咸诶人食甲会厌诶？其实咸毋是一种味觉，是一种痛诶感觉。这就是有啥物当当咱摸着咸诶时阵会有感觉，亲像咱咧切咸蕉仔诶手，常常摸着就有烧烧诶感觉。甚至咱伫咧食咸火锅了后去便所，脚床头会感觉烧烧咸咸诶感觉。但是，咱若去摸鸡卵糕，手袂有甜甜的感觉，为虾米有这款差别呢？为虾米枕头啊、甲脚枕头会去好咸着，却袂去好甜着呢？简单讲起来，就是为咱人人体接受刺激的受气无同，对无同款的味觉刺激，咱的嘴子会有受气通感受，再来甲资料传送给大脑，因为其他的部位无味觉的受气，就亲像咱的皮肤。欠缺通感受甜味的受气，所以枕头啊就袂有甜甜的感觉。也那迄个会当感受到咸的受气，又果是虾米呢？这就爱问美国生理学家朱利斯甲帕塔普提恩教授了。因发现人类神经系统的温度含触觉受体 TRPV1 这个物件，嘛因为安尼摕到2021年诺贝尔生理也是医学奖。TRPV1 到底是虾米？为虾米只要有这个物件，咱就当感受到咸？就例是在研究 TRPV1 的时阵，发现 TRPV1 会伫咧超过摄氏43度的时有反应，也就是讲 TRPV1 不是咸味的受气，是会当侦测到热度的热敏受气。当伊感觉到热度的时，咱就会当感觉到痛。这就是为虾米咱伫咧讲咸其实是一种痛的感觉。那呢，咱食咸椒仔时会有小小的感觉，这又果是为虾米呢？这是因为咸椒仔有咸椒素，咸椒素会引起小的感觉，佮加上 TRPV1 所引起的痛疼，这小连锁的反应，就造成咱食咸椒仔时摸到咸椒的时会有痛的感受。说来，竟然食咸椒仔会予人有痛的感觉，为虾米佮有这么侪人爱食咸椒仔呢？敢讲咸椒啊，佮有甚物秘密？无唔对，当咸椒啊，致使咱有痛的感觉的时阵，会刺激安多洛芬产生。安多洛芬是一种人体家己制造的止痛剂，若是安多洛芬释放的时，就会予咱产生快乐的感觉。那以韩国的数据来讲，当韩国经济环境无好的时，也是生活压力较大的时，食咸的人就会变多。这就是利用咸椒啊的痛感去产生安多洛芬来减轻生活的苦楚。若是对心理角度来看，当咱咧体验这件代志，有小可啊刺激，搁未伤危险的时，这种感觉确实予人会调。就亲像一个人爱坐云霄车同款，会惊搁爱耍。美国宾州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仁表示，就是讲咱的身体已经出现讲咸甲强要挡袂调的反应。咱的大脑依然也是感觉到咱是平安的，就那亲像咱看恐怖片的效果同款。虽然剧情害咱惊到叽叽叫，大脑也是知影咱是安全的。这也无怪讲有一挂人会食咸食到会调。酸芦济世无贵贱，人生人术好先贤。起死回生半忧天，
妖教平地益寿年。讲到这来，大家就知影为什么有一挂人一天无食咸，就会感觉身体怪怪，准讲真痛苦，也是一嘴一嘴甲吞落去。伊就是伫咧体会痛苦佮快乐的滋味啦。不过，咱也着爱惜家己的身体，万项代志拄好就好，千万唔通像阿狗同款，食咸食到爱送病院，无觉安尼头壳痛，胃嘛痛，伊安尼啊，就真正唔是伫咧讲酸笑咯。啊，像我吼，这么高食咸的人，才能享受食咸的爽快。这咸椒啊，赞呐！哎呦，哦，我的目睭啊，系啊系啊！那咸椒啊，去喷到我的目睭啊！快点啊，阿狗啊，阿虎啊，医生啊，快来救我！哎呦，我的目睭足痛的啦！哎呦，哦，足酸的啦，救人哦！